记住这些口诀，你就是养兰花高手。记得先点赞收藏，避免刷着刷着就不见了。在家里养兰花呀，不管养哪种兰花，都能让它长势旺盛，开花多，补菌根系壮，补氮长新芽，补磷开花多，补钙无黑点，补钾叶片厚，补铁叶片绿，补锌叶片大。养护环境要通风，不能过度暴晒，每次浇水要干透。赶紧回去看看你的兰花有没有这些问题，学会了就点个赞支持一下。